标是多少？差不多要往生了。53岁霹雳会，请扬声提亮红灯，兔今年抽500万烧烤副业计划。你若是把我母俩讲起来，我就送你一趟汽油一支番仔花，我另外加送你一只鸡卵糕。以本土剧坏蛋角色老文聪爆红的邢阳，今年53岁的他鲜少出现在荧光幕，近期受三立新闻网独家电访，透露他的近况。身体健康最重要的这一股积极的部分，就是因为那个肺部是那个小结节在作怪，到0.5左右，0.6左右，最大的那一颗，医生说要到0.8才能处理，所以可能今年我就要走高处理了吧，呼吸一定会受影响，咳嗽就比较麻烦，所以2023我就积极养生运动啊。然后你好像有说在准备筹备一个那个烧烤连锁的加盟品牌，开始这个项目也是在今年的下半年才开始。事实上这也不是秦阳第一次投资餐饮业，花莲地区很多民众看到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你不是一支番仔花哦？我说嘻嘻嘻的奇怪的奇怪的。开餐厅时脸上笑容止不住，却可惜造化弄人。开幕没多久就碰上疫情搅局，配合防疫措施，至今损失跌到谷底，被迫喊停。3年前投资花莲600坪的海景餐厅失利，如今秦阳2024的目标也是开间店。过年后第一家试营运店会在台湾，会在台湾先成立。而且我做的是比较养生的烧烤，我不用炭火。像是跟朋友合伙吗？对，跟一些比较支持我的兄弟姐妹合作，他们出部分的资金，我出 idea 跟强项。所以资金的部分，你刚好就是靠你的脸，安嘞。我用我的强项跟他们合作。目标是多少？说到拍电影，秦阳5年前也谈过自己的电影梦。其实我的专业还是在于影视产业，所以我现在在筹备《两爱家亲》的电影。不用我去号召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就对了。秦大哥先养好身体再冲刺呢。你说你是问我是错，我是出世要来甲你做伴。我讲你是我的心肝，无人会当甲咱拆散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哪林？我是小 S。我是江文雄，是我爸上陈美凤。我是郝静莹。我是郑武成。我是山田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吴依恩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志新。我是陈君。我是沈周韵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。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
Christmas and New Year. Merry Christmas.